干呢，是我们准备要给兄弟肚子饿的时候吃的，还有新郎。有很多口味的哦，有板蛋呢，也有巧克力。那么吃完过后呢，你们请付钱。所以呢，明天新郎哥跟新郎哥的朋友们啊，兄弟们，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心思白费啊。OK。我第一次做姐妹，你是最认真的一次。就口渴咯，就喝果汁。嗯。